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双哦，巨美巨美，它的版型偏小，你们要记得拿大一个尺寸，然后它的高度是5公分。它这个整体，比如说你现在这边没有做一条一条，然后是一整片的，它就没有那个纤细感，就会没有时髦度。你们注意看外面的很多透明根，不是长这样哦。我里面的螺丝是用一个平的，有没有？就是尽量让它不要看得出那是螺丝。这就是你穿进去的时候，你要花一点时间把它拨好。你看，像白色小边，它就是有一点交错层次，有没有？啊，我是喜欢它有一点交错层次。对，我其实也是喜欢，所以因为而且它5公分而已耶，哎，5公分有这种视觉的气势感，我觉得就只有我们家有。我就觉得它很时髦，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得了哦，他这对穿搭有在研究，很有品味，很有品味这样。我们的底垫都是超软的啦，所以你是不用担心底垫。然后它鞋面的那个一条一条的也是软的，你的那个角度，就是你的钻石也不是一根长长长方形的那一种，哦，那个钻石切割的面，对，有做切面，所以它会有折射的感觉。